在装修行业当中，铺瓷砖的量是非常大的。我们传统的贴这个砖呢，工人师傅很辛苦的，主要是说在锤子敲打地砖的时候，由于震动，就是肩膀啊，还是肩周炎、腰肌劳损呢、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再一个就是说贴砖的时候也可以用于造成空鼓，毕竟用锤子去砸这个东西，它的频率是很低的，如果你用力过大呢，这个瓷砖会烂掉。我们这种设备的话，就是里边有那高频振动系统，它通过高频振动的时候，通过吸盘，然后把这个振动力传递给那个瓷砖，在这种高频振动的情况下呢，瞬间里面那个气泡或水泥或者是瓷粘胶会均匀的就摊开了，这样就实现了无空鼓现象，也大大的提供了效率，是人工的一倍以上。满屋子的灰尘，也呼吸都很难，整天在这点环境下面去干这那活，这个身体完全就不垮了嘛。就前面我可以磨成各种各样的形状，后面呢就是跟着切过来，就彻底解决了贴墙面砖的一些困惑。很多砖是因为量的尺寸不标准，必须会拿到加工厂去，现在有了我们这个机器以后呢，你直接现场就可以解决了。